立法院临时会议开始启动处理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草案，但因为协商没有共识，院会一开始就进入了漫长的拖延战。国民党团大举登记发言，朝野立委唇枪舌战。他们要的是不断的羞辱军公教的朋友，这不是屠杀是什么？各位，这不是改革，这是屠杀。但是广泛讨论就花了两个半小时，直到上午十一点半才进入逐条讨论，连在逐条讨论时都选择讲好讲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版本，说穿了只是排队等待破产的时间。场内吵翻天，立法院外也担心发生冲突，警方早早就在周围架起巨马。反年改团体也有成员守在立法院外。今天我们监督年金改革行动联盟到立法院外面来希望表达我们现职以及退休军公教劳警消人员的声音。年改审查战于密布，朝野各有底线，国民党团甚至扬言表决三天三夜。年改大战激战中。